这位上下可知江湖何处位置，暂且有鱼龙探恩知。容那番上下可知江湖何为人知，不要摇头晃脑敷衍了事。让我左右上下可知江湖人尽罕至，拼命夸大放弃到心知。让我诸位上下可知江湖江湖，我说梦不是。收拾行囊吧，江湖漫山路月知，功名盖世笑一次，通天大路等我真知。点粥泡汤一问三不知，点三道四等风早起，杨丹的一襟新愁太师，大掌拳脚将他打落实。终等为有我盖天荒地，不顾了了无足挂齿，可大功无私当薄命之，对也当长江不一致。嘿，剑侠们，多日不见，分外想念。为了迎接520这个充满爱的日子，我们四郎不甘寂寞，重出江湖了。5月20日晚8点，我们会在西山居游戏 APP 江湖论剑专属频道小黑屋等你哦。约约约，不仅可以和四郎亲密互动，了解我们更多的小秘密，还会送出大量茶馆四郎的等身大抱枕哦。来不及解释了，赶紧用手机扫描旁边的二维码下载西山居游戏 APP 吧。小黑屋见啊。